家好呀，我是花猪。近期的这些原始福利千万不要忘记领取了哦。开始前辛苦大家用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猪，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，祝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武器，祝所有三连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，关注花猪能第一时间获取游戏最新资讯哦。首先是8月3号到31号的80原石活动，在支付宝搜索原神，点击出行任务兑换80原石，完成右下角各种攒里程任务后获得足够的里程，就可以兑换80原石和提纳里典藏皮肤了。点击奖励界面的查看卡包就能领取原石兑换码了。接着是300原石兑换码，在19点30后分为三个发放，到第二天中午12点失效，所以没时间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，我每次都会第一时间发在动态，这样大家就能第一时间领取了。我只希望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都能拿到300原石，同时还会把直播内容精简成几分钟的视频，帮大家快速了解新版本内容。新入坑的朋友可以在站内搜索原神，点击官方头像选择预约，就能准时收看直播了。另外大神 APP 又送福利了，在大神原神崩铁圈子参与签到即可换取原石星穹奖励，还有机会抽取648现金红包。大神周末还有疯狂星期五活动，每十人抽一人送月卡，签到最高可领180原石。然后此次 4.0 前瞻直播虽然时间改成了19点30，但还是全球同步的，很多国外玩家需要凌晨或者半夜收看，由于本次全球预告图上都没有 Q 版小人，所以国外玩家对 4.0 复刻的角色产生了热议，有按照复刻时间来推算的，说可能是钟离温迪他们，但是双神不会在一个版本，网传最多的是复刻钟离夜蓝公子，毕竟枫丹是水之国，三个新角色又不是水系，上夜蓝公子的概率很高，大家可以把想抽的角色不歪打在公屏上，祝抽卡圆梦。接着提醒一下大家，险图勘探就要结束了，没做的朋友要抓紧了，顺便查看一下奖励都拿了没，大家请放心，我每次都会提醒你们的，只希望关注我的朋友都能拿到所有奖励。后续有什么原神星铁福利兑换码攻略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，没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了。最后希望还没点赞投币和收藏的朋友们辛苦点一下支持一波，万分感谢了。